皮卡丘五福星。皮卡刚，皮卡三儿，皮卡杰，皮卡玩，皮卡德。我到现在都不敢往这边看，你知道吗？看看挺好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，但是我怕我看完不喜欢了。那我们问问三儿，怎么想到这样一个编排，最后还用了 What I Eat？ 其实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宅男之歌。对对对，我四个人就同步看向了这边。宅男，我说那必须得有小金刚，如果没有小金刚这个舞就不成立。真的很感谢小金刚来我们这儿， L4 特邀嘉宾小金刚。 F4 被真用了，吴队长在下面坐着，你就大言不惭。我们 F4， 我们 F4， 我们 F4， 对不起对不起，好意思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说了有点顺哈，现在就是啊，搞得他们是 F 四一样。哎，鱼丸现在微信名都改成美丸了。哎，但是小金刚，你跟他们在一起觉得怎么样？就是明明你是一个 Crumper， 然后你又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就是不会穿这样衣服的人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私底下会干这种事情，但是一般在舞台上不会这么做。然后被三哥发掘了隐藏的潜能。那我现在是 F4 正式编外人员。上一期播完了之后，大家都说哇啊 ，Popping F4 好帅啊！那以后你有想过大家会怎么叫你们吗？那个皮卡丘五福星，皮卡刚，皮卡三儿，皮卡杰。皮卡玩皮卡德，皮卡皮卡。我是谁？皮卡金。我们看看这边，我就想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让这两位戴头套的。当然不是我。这个头套不是你叫买的吗？阿K 你也说说。哦哦哦 sorry， 就是这个头套吗？不是头套，这个作品。OK OK， 头套吗？第一次跳这样的像二次元的舞蹈，感受到特别爽，而且我也很想去做，觉得很好玩。对，本来我们还有一句对白呢，没加进去。对，本来应该说的是你来说一下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可以再燃一点吗？那我就让你燃起来吧。还好没加哈，不然扣不少分呢。我也觉得是。好好